Colin， 他蛮厉害的 ，Colin 哥。大家好，我叫 Colin， 我擅长的舞种是 Popping。漂亮，漂亮。你说你擅长 freestyle， 有人想 battle 吗？我不想 call 一个那种水平比较低的。我看见 Colin 跳完了以后，正好我就在那儿，那我一听要 battle， 那我肯定就起来了。电门为什么上去啊？他们不是关系很好吗？这什么情况？我没想到电门他出来了，为什么是你啊？你当时没有怵吗？没有，就我当时跟电门 battle 的时候就没有觉得有什么惧怕呀，或者是说有畏缩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在 battle 场上，不管对手是谁，跳到最好，这就是对你最大的尊重。但感觉他在犹豫。打开优酷 APP， 首页搜索“这就是街舞”，进入播放页，点击屏幕下方“预约有礼”，预约节目，更多独家视频等你来看。